您看这五个东西能不能换钱给我奶奶治病？我奶这几天老是咳嗽，她都睡不住。你这东西给她弄来，小朋友。就是我和杨子浩给那个一个小破院里面，然后呢，我们玩堆城堡嘞，从那个砖头上弄下来的。这是五块，总共弄下来几块啊？总共弄下来五块。那你没有分给你的小朋友吗？杨子浩说这太脏了，臭得很，他不要。那听你说给你奶买药治病，那奶是咋回事啊？我奶是咳嗽好几天了。咳嗽好几天了。我奶也不舍得看病，我爸妈都出去打工了，他也不舍得给我爸妈打电话给他说，我不想叫我奶咳嗽。你看这东西能不能换钱？那有啥说啥，小朋友，你今年几岁啊？我今年6岁。你看，要这个不够的话，啊，可以，给我最好玩的玩具。这个是我奶给我买的。最好玩的玩具干啥？能卖钱，看能卖几块钱。哦，你的意思是这五个东西要不够了，用这个卖了给奶奶治病？对。小朋友有啥说啥，你确实是非常好，非常孝顺，对老人也特别好。奶奶对我最好了，不咳嗽的时候她给我买糖吃的。对对对，孝顺老人啊是应该的。你6岁的话应该是上幼儿园还是1年级？1年级。对，书本上和老师都教了吧，要孝顺老人。教了。是这样啊，你这个小玩具啊我也看着特别喜欢，这个小玩具咱先放一边，然后看你这几个东西吧。这个东西啊是音乐，你说你是在破房子里面墙里面砖头上面弄出来的，对吧？对。那有啥说啥，小朋友啊，你玩个游戏就能弄出来这么多漂亮的老音乐，这音乐都是真的一眼开门。你现在6岁啊，可能对这个价位啊没有概念。首先我告诉你一点，就是你这些东西是非常非常值钱的，总共5块，这些都是真的，没任何问题，原汁原味老宝浆，有一些绿锈宝浆，5块的话能值不少钱。它是这样，小朋友，因为你这个年龄太小，你对这个金钱没有概念，叔叔不能要你的东西。那咋弄哎？我咋给我奶治病哎？没事没事，小朋友别着急，叔叔还有其他的办法。首先，你这五个东西啊，先答应叔叔把这个五个东西啊拿好。交给恁奶奶，告诉恁奶奶啊，这价值非常高，让她好好保存，等你大了，然后咱再用。然后你这个东西的话，是你最重要的玩具，对吧？叔叔也非常喜欢。然后你可以考虑把这个玩具给我。我不想，因为这个是我奶给我的，我想用这个5块我换。你喜欢这个东西是吧？小朋友啊，是这样，这个东西啊是非常非常珍贵的，你长大了之后肯定是有用处的。这个东西的话，叔叔也非常喜欢。你又想给恁奶治病的情况下需要钱，对吧？我可以把这个给你买了。叔叔这一次啊出来也没有太多现金，你看我用200块钱把你这买了，行不行？要不然你要这钱给我，我把这个5个给你吧。不行不行，小朋友，这个东西留着，好好放着，交给奶奶，叫大人处理。这个东西这是你的东西，你可以随便处理，交这个东西给我，好吧？好。然后呢，等一下你把这个东西还有钱啊都交给奶奶大人保管。你要有空的情况下告诉奶奶，不行的话再去你找到那个银元的地方，在那个墙里面再翻翻，如果说还能找出来像五哥这样的东西啊，那也是非常好的，能不能行？好，把他都抓起来吧，交给奶奶，可不能给其他人了。好，好，谢谢叔叔。没事没事，那这个东西都给我了。好，你真好。没事没事，小朋友真懂事。